早上的7:32呢。那今天社长早餐在重庆北路三段，你看没有？永和豆浆店，点了一个无糖豆浆，要一个葱油饼，再一个这个荷包蛋。他这边葱油饼非常好吃，而且豆浆非常好喝。他这个真的很纯，他的豆浆很纯，而且无糖。我是个糖尿病患，所以我们不能加糖。你看他蒸油饼也不都做得不错，然后这边再吃个荷包蛋，加起来大概是55块钱。我们呢，人生一早就开始要食衣住行，一早就要开始早餐，我们现在呢，东兴有提供早餐，但我很少吃。午餐呢，我也很少吃，都只吃一个青菜吃药。晚餐更少吃，都是在外面吃，所以我们需要赚钱。希望大家都能中奖，然后吃个红给我，还没有汇款的朋友赶快汇来。